附魔台旁边啊、哦，哎呦，更不错哦。好，sweet，我要去父母牌那边。开吃开吃，那我红石也放好那。二，好二，好二，好二。啊喂！哎呀，在我哎们呦，家，有人在我们哎家。呦，哎我呦！都冇得，冇物件吃呢。呜啊呜啊，右下角香香。我们是家的。有黄金僵尸，不用怕。你怎么饿成这样啊，茄子？不是啊，我被揍了。有人骑马进我们家玩呢、九怕十不六秒，怕？我去上个厕所。好蠢！没事啊，直刚刚我也是接挖到满啊，了。直接挖满，而且刚好是一满就倒，最哀伤。且要不冲啦，且。有人进我们家喽！好想。我真的假设是不需要附魔，就死一死就好了。死一死就好了。你也是可以附魔，那看你的玩法啊，取决于你的玩法。你的角色就是复活快啊，技能就是挖掘快、攻速快，所以通常也会拿它去那个开挖。锵我锵，们家家我们家里，杜比杜比杜比没有防守，我怎么只呼叫我？不叫你叫谁？杜比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你是了，守护者吗？完了完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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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家里好难走，不好又走。爆屏了，等一下。啊！啊，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呀！矿坑出事了，矿坑出事了！哎呼，我不，对啊。矿坑，哇！闪亮的那啊，我个，不是揍看他，不他。要让他走！他骑马，他骑马！我收到他的买了。啊！有，我持续打他嘛！不要让他走！喂。快砍他！哎，他攻击好痛，我都被打倒啦！我的矿绿宝20个，19个。哦，我捡起来了，哦打死他妈了！，sweet，他们都弄附魔了，还没我弄进附来，魔，下一个谁是不是我？有可能是我。活下我有去。人在后面。好，要附魔你作弊。有附魔作弊，附魔透我了要吗？钻石僵尸哎，但是，拜死，好宝猛贝，哦，铁！好诶，哦，去啦！焦焦，北极熊会打人吗？你打他，他肯定打你。你试试看。我们也可以开同队伤害打你。哎呦！哦，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，我们被打了。你且不要再欺负熊熊，你打了他，他生气了，茄子。哦，这么敏感。你不打对面打我们那个可爱熊熊干嘛？他追你，他就追你了。你活该被追。有这个死有熊肉吗？没有。啊，那这个 你创这作人怎者么只想被熊追，不想被人追？啊，杜比还好吗？看来很好，OK。看来是一点我不好，我很哇，现在杜比都不好了，哎。经典的那个国外的网络啊，no。网络 nice 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就今天特别棒呢？你再打，我就要打死你了！我的绿宝僵尸冲进去了，阿旺他们家有附魔台，有没有办法拆？好像有点难。骑兵来了，骑兵来了，骑兵好痛！骑兵倒。他中毒了，他中毒了，他中毒了。好，我打个电，有刺客。小心刺客他烧起来，他烧起来，nice，哎呦，中毒又还是烧，
七滴，倒倒倒，哦，睡睡睡睡，我等一下可以再招，我想去挖掉他们的书柜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，哦，猛猛猛猛猛，哇，哇，进来好像太凶了，来来来，给你一下，好。你们在、啊、我不行啊，你们在啊，我不行啊！不，阿王，他也太快了吧！你的那个超多东西，哦、我拿到，我拿到就走，我拿到就走，不能贪，不能贪。我没有付什么，没事没事。你有很多矿哎、欸！救命救命救命！主主主主主，都是敌人，都是敌人，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！完蛋了！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！对面要没了，对面要没了，对面要没了，我也要没了，对面要没了，哇哇哇，无敌的吧，阿纪，好猛哦、喔！我们的牺牲是直敌的，是不是该刹车了？好猛！我们直接被打回来，然后就阿纪表示，哎、欸。没事，剩下的都交给你就可以了。下次看到哈基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们家，我们家，我们家，杜比，杜比，我在别人家里，怎么办？那你可以去挖他们呢。在邻居家，我在邻居家，我串个门再回去。喂，120秒，他中毒了，但是我们还在，但是我上不去。有哦 ，OK。哦，是。奇怪，我刚明有盖一个安全上来的路，被他挖掉了吧？应该是坏。哦，他给我装备，好好。正愁没装备，哇，宝石的装哎、欸。哦，是他给的吗？还是我刚刚旁边的小帮手给的？我不知道。他会穿那么好的来挖这个吗？没人认领，我给的啦，我给的。小帮手给的，哎呦 ，love love， 哎呀，我想说奇怪，对吧？杜比大杀特杀了，是不是？跟我抢，你敢跟我抢网络杀爆我？拿去，拿这个啊！哎，家里又一个，我是在这里，我在飞着啊！杜比，你死在冷却点。死在冷却点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应该是卡大那个，对，那个日常连线差。Oh no！ 哦哇哇，队友好猛啊！狂狮，嗯，刚刚在查补包啊，双方补一补。哇！啊，复活好久啊！哇哇哇！这拿去吃牛排啊！哇，他给我最后的脚脚，还有剑。下面这颗给我。哦。哇！茄子。来，锋利式的铁剑交给你，你就是我们的战神。天哪，你怎么给我这种东西？我刚刚很辛苦努力的花很久时间付出来了。不是小帮手给的吗？哎、欸，对。然后当我拿在手上，剑的诅咒。没办法用，没办法。但我感受到小帮手，他其实也很想要给你。来吧，转交转交。哎、欸，有人要来偷挖我们核心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他的头皮屑掉下来了。啊啊啊啊！哇哇哇！有点快，有点快，有点快。没事没事，我进不去，我只能慢慢打他。哎、欸，我不要打下来了。完了，是不是要出事了？有射死。还是要靠你色色，我没有什么武器。哎呦，那边变僵尸了，地牛翻身啦！啊，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。
不愧是茄子啊。老师，我下次地震的时候打给你。你可以打，但不要哭的打。哎，地震！地震好大，我没死。哦，哎呀！然后就去一楼，就发现，哎，怎么都没地震？然后其实地震很多。啊！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，又来又来，啊，来了！啊，我是不是没有方块上去？啊，我也没有，我只有一块。厉害，好厉害！哎哎，杜比你好棒、哦，杜比好猛哦，杜比！他被我的泪哥杀掉的耶！哇，你延迟剑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好猛、哦，是延迟哎！杜比先在空中射了一箭，拿自己去接。你射到了，你很猛。看来只有延迟的时候，你才是最强的。对啊，那条件限定，还是你这是其实这是你的技能。我要先延迟嘛，然后再很厉害。可能很厉害，很少看到哎、欸。完了，他延迟了，他延迟了。跟着僵尸一起动子动。动起来！哎、欸，对面看我一放僵尸就退了，怕我骂鸡。僵尸很强的。茄子冲了，茄子！啊，只有开挖，开挖了，热血开挖了，热血开挖，看你能挖几下！不要来，不要过来，我要叫了，我要叫啊！这叫声，难怪他们会打你。对，小帮手需要我的鞋子，给。啊！我的金搞爆了！哇，他去核保四太狠了。你的金搞爆了还是喷了？喷了。好好好。他说你挖到爆了，你是蛮厉害的嘞。茄子不要怕，我们在你旁边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召唤李宁。哦。他超惨哦，碎啦！哦呦呦，也出现了。裤子好想舔哦，等一下，啊，大家走，我去打他嘛。有新裤子穿的，好开心。还补还补还补，打他嘛，先打他嘛。有他嘛掉，他嘛掉了、啊。你快退，你快退，你快退，你不要站在马路中央。有人，核心有人，我们核心有人。哎呦，核心，我们出去了。哇哇哇家里有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打他。我也没东西打他。哎哎。有，他再挖十下，我就可以到了。十算的。九八七六五。啊，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来了。还真的是到我们到哇，这个家真难跑。这个是要用跑酷才能上去，是不是？你可以铺路啊，如果你有方块的话。这个召唤师挖的慢，都可以挖出方块了。哦，谢谢。他这里，他停在哪里？哎哎哎哎，有没有神器？我要神器。没有到神器，但是将就点用。你在哪里？好，我在矿坑。矿坑，矿坑，好。就点用，将就点用。哎呦！他合了另外一把，不太对。不太对。他只有耐久三，不太对。阿奇，阿奇，我们在冲。阿奇，你有没有吃饱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脱裤子，再穿。啊？为什么？啊啊？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仪式感。这对话。仪式感。仪式感。哦。你要先就衣服拿去。哎，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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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礼貌哦。啊，家里我们出来喽，家里可以吗？家里家里家里，我不得接啊，我不得接啊，这是上面的、欸。我有点晕。超级急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被热血开挖了，开挖开始开挖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家里，我还给我搞。啊我啊！
然后我守着家好了。哇哇哇！他倒了，他倒了。你好棒哦！杜比命令。